nation, right speech and right contemplation. Take this path, said my Buddha, that brings us to nirvana.The law of karma, right view and right aspiration, right alertness and right action, right effort and right vocation, right speech and right contemplation, right view and right aspiration, right alertnessright speech and right contempl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death. Death is the beginning of birth.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suffering is more than happiness. Through Om Mani Padme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Birth is the beginning of death. Death is the beginning.
just where the cause defect is cast. Who you are is how you have been. The law of karma tirelessly spins. Your inner thoughts may be well kept, and your speech you may forget. Yet one's actions will mature. The law of karma molds the future. Seek enlightenment and search. Let your nature emerge. You too can be a Buddha. You'll then be free from samsara. Honesty, kindness, compassion yield good karma's germination. Welcome Buddha's invitation to selflessness and liberation. Seek enlightenment and search. Let your nature emerge. Be free from the law of karma. Live by the wisdom of Buddha. Seek enlightenment and search. Let your nature emerge. You too can be a Buddha. Filled with kindness, true compassion and care, Buddha's joy will share. Rise up, be like the dewdrop that gives up its individuality and slips into the sea, where free. Let's be one in Buddha's call. Seek enlightenment for all. Rise above all pains and miseries. Take the noble eightfold way. Live by Buddha's law each day. Fill our hearts with true love and compassion. If we live in selflessness, rid our souls of selfishness, then our lives will be filled with happiness. Like the lotus, we must all rise, heed to Buddha's advice. Soon we'll all be free. Rise up, be like the dewdrop that gives up its individuality and slips into the sea, where it can be free and slips.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中华印经协会做了各种的书，漫画书、故事书、经典 DVD 推广在学校、监狱、各佛教的道场、海内外所有的地方。为什么大转法轮？所以要感恩非常多的菩萨不断的在关心护持印经协会，也非常多的人不断的来要书 DVD 到处到数十间庙去推广。愿佛陀的教法满人间，令众生离苦得乐。感恩各位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
山河大地皆有情，发心护持殊胜行。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我们是山，我们是蓝天，我们是牛，我们是阳光，生命是一体的。所以生命电视台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所有的友情包括山河大地跟我们都是一体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阿弥陀佛。话拨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今日到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一心谛听。尔时佛在王舍城东南有一池水，屎尿污秽，进入其中，臭不可尽。有一大虫，生此水中，身长数丈，无有手足，婉转低昂，观者数千。阿难往见，具以祈佛。佛与大众共一池所，大众念言：今日如来当为众会说从本末。佛告大众：唯为佛泥环后，时有塔寺，有500比丘经过寺中，寺主欢喜，请留供养，尽心供转，无有遗习。后有500商人入海采宝，环过塔寺，见500比丘精勤行道，并各发心，欣然共益，福田难遇，当设薄供，人舍一株，得500摩尼珠以祭四主。四主后时生不善心，徒欲独取，不为设供。大众问言：古客施珠，应当设供。四主答言：使珠施我，若欲夺珠，粪可与如；若不识去，割如手足，投之粪坑。众念其痴，默然各去。原是罪恶，受此重生，后入地狱，又受众苦。佛在王舍城，又见一众生，其舌长大，铁钉钉舌，炽然火起，终日敬业，备受楚痛。目连问佛：此何罪报，今受此苦？佛答目连：此人习食，今作四主，河马驱遣，客就比丘，不与饮食，不同供养，以是因缘，故获思罪。又有众生身体长大，头上有祸，炽然火烧，满中羊童，
从四面出，贯其身上，乘虚而行，无有休息。目连问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目连：此人习食，做事之事，谈月送游，不以奔与诸客比丘，待客去后，乃奔救助，以是因缘，故获思罪。又一众生赤然铁丸，从身上入，从身下出，乘虚而行，苦痛难忍。目连问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目连：此人往昔作沙弥子，到众缘中，果子七枚，死入地狱，受无量苦，余业未尽，故获思罪。又见大鱼一身百头，头头各异，堕他网中。世尊见已，入此心三昧，乃唤此鱼，鱼即时应。世尊问言：汝母何在？答言：母在侧中坐虫。佛欲诸比丘：此大鱼者，迦摄佛时作三藏比丘，以恶口故，受多头报。其母耳时，受其力养，以是因缘，作侧中虫。佛言：得此报者，皆由众生恶口粗强，宣传彼此，斗乱两家，死入地狱，狱足烧热铁壁，表里动翅，以落其舌，复烧铁钩，钩有三刃，利如锋芒，以断其舌，复以牛犁，根破其舌，复烧铁杵，刺其咽中，数千万劫，罪必乃出，生鸟兽中。佛言：若有众生论说君主、父母、师长其罪过世，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闻佛此言，大可怖畏，今善恶二途皎然可见，罪福果报地了无疑，唯因努力勤行忏悔，相与披荆俱见此事，若不努力小腹懈退，我今所作何由得办？譬如欠乏之人，心住百味，于其积脑终无记忆，故知欲求圣妙法，欲度脱众生者，不可只在于心，即在心事，一字努力勤而行之。想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为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人道一切众生求哀忏悔，又为父母师长善恶之事，并及自身一切眷属求哀礼忏。若已作之罪，愿起除灭；未作之罪，不敢复作。仰愿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提沙佛，南无明耀佛，南无持曼佛，南无功德明佛，南无释义佛，南无登耀佛，南无兴盛佛，南无药师佛，南无善如佛，南无白毫佛，南无坚固佛，南无福威德佛，南无不可坏佛，南无德相佛，南无罗侯佛，南无众主佛，南无梵身佛，南无坚寂佛，南无不高佛，南无座明佛，南无大山佛，南无金刚佛，南无降众佛，南无无畏佛，南无珍宝佛，南无狮子翻菩萨，南无狮子座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大智慧力、不思议力、无量自在力，度脱六道一切众生，灭除六道一切众苦，令诸众生皆得断除三途罪业，毕竟不复造五逆十恶，更堕三途，
从今日去，舍苦报身，得净土身；舍苦报命，得智慧命；舍苦报身，得金刚身；舍恶去苦，得涅槃乐；念恶去苦，发菩提心。四等六度，常得现前；四遍六通，如意自在；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复能度脱一切众生。出地狱第八。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虽复万法差品，功用不一，至于明暗相形，为善与恶。与善则人天圣果，虽恶则三途俱报，二世劣势皎然悲虚。而愚惑之者多起疑义，或言人天是妄造，地狱非真说，不知推因验果，不知验果寻因，即因果不分，各执是解，非但言空谈有，难易提篇造论。心乖甚善，未曾愚谬，涉使是会，执故意坚。如是等人自投恶道，如涉见请，堕在地狱。慈亲孝子不能相救，唯得前行，入于火祸，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当此之时，悔复何及？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善恶相滋，犹如影响，罪福异处，素欲言待，性各明性，无错疑心。何为地狱？今言三千大千世界，铁为两山，黑暗之间谓之地狱。铁城纵广1600万里，城中84000阁，下以铁为地，上以铁为网。火烧此城，表里动赤，上火彻下，下火彻上。其名则有众合黑暗，刀轮剑林，铁戟刺林，铁网铁窟，铁丸坚实，炭坑烧林，虎狼叫唤，火汤炉炭，刀山剑树，火磨火尘，铜柱铁床，火车火轮，引铜吐火，大热大寒，拔舌定身，离根斩啄，刀兵屠猎，灰河废屎，寒冰淤泥，鱼吃啼哭，龙芒鹰哑，铁钩铁嘴，复有大小淋漓阿鼻地狱。佛告阿难，云何名阿鼻地狱？阿者言无，鼻者言遮，阿者言无，鼻者言救，何言无遮无救？有阿者言无间，鼻者言无动。阿言即热，鼻言即恼；阿言不闲，鼻言不住；不闲不住，名阿鼻地狱。有阿言大焰，鼻言猛热；猛火入心，名阿鼻地狱。佛告阿难，阿鼻地狱纵广正等，32万里，七重铁城，七层铁网，下18阁，周匝七重，皆有刀林。七重城内复有剑林，下18阁，隔84000重，于其四角有4大铜狗，其身长大16000里，眼如彻电，牙如剑树，齿如刀山，舌如铁刺，一切身毛皆出猛火，其烟臭恶，世间臭物无以为辟。又有18狱卒，头如罗刹头，口如夜叉口，有64眼，眼散并铁丸，如10里车，钩牙上出，高160里，牙头火流，烧前铁车，令铁车轮一一轮往，化为1亿火刀，锋刃剑戟皆从火焰中出，
如是流火烧阿鼻尘，令阿鼻尘赤如熔铜。玉足头上有八牛头，一一牛头有十八角，一一角头皆出火炬，火炬复化成十八火网，火网复变作大刀轮，如车轮许，轮轮相刺，在火焰间满阿鼻玉。铜狗张口吐舌在地，舌如铁刺，舌出之时化无量舌满阿鼻城。七重城内有七铁床，床头火涌如沸涌泉，七铁流迸满阿鼻城。阿鼻四门于门捆上有十八府，沸铜涌出从门漫流满阿鼻城。一一隔间有八万四千铁蟒大蛇，吐毒吐火生满城内，其蛇啸吼如天震雷，与大铁丸满阿鼻城。城中苦士八万一千，苦中苦者即在此城。又有五百亿虫，虫八万四千嘴，嘴头火流如雨而下满阿鼻城。此虫下时阿鼻猛火，其焰大炽，炽光火焰照三百三十六万里，从阿鼻地狱上冲大海，卧礁山下，大海水滴如车轴许，成大铁尖满阿鼻城。佛告阿难，若有众生杀父害母，骂入六亲，作是罪者，命中之时铜狗张口化十八车，状如金车，宝盖在上，一切焰火化为玉女。罪人遥见，心生欢喜，我欲往中，我欲往中。风刀解身，寒极失身，宁得好火在车上坐，燃火自爆，作是念已，即便命中。挥霍之间已坐金车，故沾玉女皆捉铁斧斩截其身。身下火起如旋火轮，譬如壮士屈身必请，直堕阿鼻大地狱中。从于上阁如旋火轮至下阁际，身片阁内，铜狗大吼，颞骨扎髓，玉足罗刹捉大铁叉，叉头令起，片体火焰满阿鼻城。铁网玉刀从毛孔入，化阎罗王大声告斥，吃人玉种，汝在世时不孝父母，邪慢无道，汝今生处名阿鼻地狱，汝不知恩，无有惭愧，受此苦恼，为乐不迭，作是于已，即灭不现。尔时狱卒复驱罪人，从于下阁乃至上阁，经历八万四千阁中，掠身而过，至铁网际，一日一夜而乃周遍阿鼻地狱。一日一夜，此阎浮提日月岁数六十小节，如是寿命近一大节。忤逆罪人无惭无愧，造作忤逆，忤逆罪故离命终时，十八崩刀如铁火车解结其身，以热逼故变作誓言，得好色花清凉大树，余下游戏不亦乐乎。作此念时，阿鼻地狱八万四千诸恶见灵，化作宝树，花果茂盛，行列在前，大热火焰化为莲花，在彼树下，罪人见矣，我所愿者今已得果。作是雨时，急于暴雨，作莲花上，作以须臾，铁嘴蛛虫从火花起，穿骨入髓，彻心穿脑，攀树而上，
一切见之，血肉彻骨，无量刀灵，当上而下。火车炉炭，十八苦事，一时来迎。此相现前，现坠地下，从下格上，身如花夫，遍满下格。从下格起，火焰猛炽，至于上格，至上格已，身满其中，热恼极固，张眼吐舌。此人最固，万亿融同，百千刀轮从空中下，投入足出，一切苦事过于上说百千万倍。据忤逆者，其人受罪足满五劫，复有众生破佛境界，虚实信施，诽谤邪见，不是因果，断学般若，毁十方佛，偷佛法物，起诸秽污，不清净行，不知惭愧，毁入所亲，遭众恶事。此人罪报临命终时，风刀解身，眼卧不定，如被杵踏，其心荒悦，发狂痴想，见己世宅男女大小，一切皆是不净之物，屎尿臭畜淫流于外。尔时罪人即作是语：云何此处无好城郭，极好山林，始无游戏，乃处如此不净物间，作是语矣。玉足罗刹以大铁叉，擒阿鼻喻，及诸刀灵，化作宝树及清凉池，火焰化作金叶莲花，诸铁嘴虫化为浮焰，地狱痛声如涌歌音。罪人闻已，如此好处，吾当由衷。念以寻食作火莲花，诸铁嘴虫从身毛孔扎实其躯，百千铁轮从顶上入，横杀铁叉，挑起眼睛。地狱铜狗化作百亿铁狗，尽分其身，取心而食。尔尔之间，身如铁花，满十八格，一一花八万四千叶，一一叶头，身手之节，在一格间。地狱不大，此身不小，遍满如此大地狱中。此等罪人多此地狱，经历八万四千大劫，此泥离灭，复入东方十八格中，如前受苦。此阿鼻喻，南亦十八格，西亦十八格，北亦十八格，谤方等经，具忤逆罪，破坏贤圣，断诸善根。如此罪人具重罪者，身满阿鼻喻，四肢覆满十八格中。此阿鼻喻，但烧如此欲种众生，劫欲尽时，东门即开，见东门外清泉流水，花果林树，一切具现。是诸罪人从下格见，烟火暂歇，从下格起，婉转复行，履身上走，到上格中，手攀刀轮，时虚空中遇热铁丸，走去东门，既至门捆，玉足罗刹手捉铁叉，逆刺其眼，铜狗啮心，闷绝而死，死已复生，见南门开，如前不易，如是西门北门亦皆如此。如此时间经历半劫，阿鼻欲死，复生寒冰狱中，寒冰欲死，生黑暗处，八千万岁目无所见，受大重生，婉转复行，诸情暗色无所解之，百千胡狼牵扯食之。命中之后，生畜生中，五千万岁受鸟兽行，如是罪弊还生人中，聋盲喑哑，借赖庸居，贫穷下贱，一切诸衰以自庄严，受此践行，
经五百身，后复还生恶鬼道中。恶鬼道中遇善知识，诸大菩萨何则其言？汝于前生无量世时，作无限罪，诽谤不信，堕阿鼻狱，受诸苦报，不可具说。汝今应当发慈悲心，使诸恶鬼闻是于已，称南无佛，成佛恩力，寻疾命中，生四天处，生彼天矣。悔过自责，发菩提心，诸佛心光，不舍是等，摄受是辈，慈哀是等，如罗诃罗，教蔽地狱，如爱眼目。佛告大王：欲知佛心光明所照，常照如此无间无救诸苦众生。佛心所缘，常缘此等极恶众生，以佛心力自庄严故，过算数劫，令彼二人发菩提心。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空。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接下来请收看早课。